说他手上的刀还残留血迹，因此第一时间是不敢大意，但是检查之后呢才发现说这其实是一把玩具刀。警方调查发现是说这一名16岁的林姓少年，他当天是去文成广场参加了万圣节的活动，他扮演电影里头呢经典的杀人魔角色。不过回家途中呢，因为他是行经了这个泰山的闹区，而当时呢路上还有很多人，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装扮太过于吓人，因此是被两名的民众报警。而事后他也知道自己吓到人之后呢，是不断的向警方道歉，虽然是没有违反社违法，但是还是要注意参加类似的大型活动装扮太逼真，恐怕会被警方找上门。